才能的心思，欠到100亿，你打算怎么着？我只想拦住他，不让他上自己身上。拦不住他，不能用手力，便索性死在他手上，也总好过他当着你和陈磊的面叫破我的身。我真该拿面镜给你照照你现在的样子，这潇洒倜傥的温客行什么时候这个怂样？哎呀，都子说。